胞胎，三胞胎。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他的心跳，一二三，三胞胎，二三哦。所以这个彩色点都是小孩子的心脏区，一二三，三胞胎。现在是八周，可以。接下来看三胞胎的心跳，第一个心跳，这是第二个心跳，这是第三个的心跳。好，第一个心跳在这里，第三个心跳，第二个心跳，三个心跳都有。是彩色的超音波，一胞胎、二胞胎、第三胞胎。那红点是小孩子的心脏区域，这是第二个小孩子的心脏，第三个小孩子的心脏。那第一个小孩子的心脏在这里，你看这里有红点，一二三，三胞胎。